银发人来场时尚走秀，台中南屯三厝里关怀据点，让长辈用水果网套等环保材料制作属于自己的永生花艺，并且以时尚走秀来展示成品。音乐一下，长辈们跟着节奏频频摆 pose， 不仅秀出花艺创作，也秀出自我。面对镜头摆出 pose， 三座里的长辈拿着自制的环保花艺来场时尚走秀。老师给我们的灵感说，我们走秀很好玩，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在这个我们接近尾声的时候，这个行动乐龄的课程，我们就选择了用走秀来作为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是以多元运动为主啊，就是运动的方向，也因为现在长者都希望健康，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说是怎么样子可以自己可以延缓失能，或者是可以增强身体的健康这样子。那可是，在运动当中，那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做多元变化，所以我参加就加入一些静态的这些花卉，跟着音乐节奏摆动，长辈们律动感十足，闻一闻花朵的香气，但仔细看，他们手中的花艺可不是普通的花朵，而是用环保材料制作而成，收集五彩缤纷的水果网套，做成郁金香、泡竹红，还有银芽灰，再用筷子做成花茎，最后再以广告纸装饰回收木桶花器，放在家里不用浇水，也不会凋谢。每个成品都是长辈协力合作完成，拿着花朵露出灿烂微笑，用走秀展现成果，大家都玩得好开心。大家尝试一下嘛，很新鲜感，因为我比较会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，我会找刺激的。就是这样子，弄较古锥咧，翕个较会古锥啊，比较可爱这样子。是第一次走秀吗？对，第一次啊，我来这边真的很幸运，来这边三次，真的我很快乐。以走秀的方式展现环保花艺，另类的成果发表，让长辈舒展身体的同时，也秀出自我。